他吗？不疼了。我阿发母结婚之事，想必你也有所耳闻。不过你放心，我只是想让你在与我定亲之前，与我阿母见一面。往后，你们不必经常见面的。我不曾害怕，你阿母只是生病了，但她并没有错，错的是毁她人生之人。程阳侯待我殷勤，我却对他冷淡、仇恨。世人皆道我冷血无情，是个不孝之人。什么孝不孝的？那也是先有父慈，才有子孝，分明就是父母有错在先，凭什么责备子女不孝在后？子胜，我觉得你并非是冷血无情之人。还有，你阿母，你不必太过担心，我方才见内叔父对霍夫人十分上心，定能好好照顾她。那位叔父是崔佑将军，他少年时便爱慕我阿母，不肯娶妻，但后来被崔老夫人逼着成婚，但崔侯夫人却在产子时难产而亡。在那不久后，我阿母便与程阳侯结婚了，崔叔父便也立下誓言，誓死不娶，为我阿母关居至今。这世上还真有这么痴情的郎君，用情至诚，用心至真，这一腔情谊真是万金难换。我对你亦是如此。霍夫人如今还不识得我，然后我带你多多来看她。好，你嫁给我，日后便是此处的女君，你想来便来，无人敢拦你。对了，子慎，之后你也不必起早贪黑的来送我，这也太辛苦了。那若是我想你呢？我想你，要是想多见你一会儿，我该怎么做？那就在宫门口等我，一同进去，如何？这样的话，你岂不是得早起半个时辰？无妨，我可以在皇后面前打瞌睡。可是你进长秋宫，就是为了跟着皇后学习，你若是为了我耽误了，岂不是一心不能二用？我要么一心扑在皇后和公务身上，要么一心扑在你身上，你自己挑一个。那还是扑在我身上吧。哦，对了，还有晚上，你若是忙的话，我便等你，我们可以蹭长秋宫的晚膳，吃完饭散着步回去，也算是消食。你若是不忙的话，我们就回家吃，如何？真想与你快些成亲啊，这日子过得怎么这么慢呢？少商，要不你我真的明日就设宴定亲，如何？好。好。好什么好？逗你玩呢。三日之后已是最快，若真要明日就定亲，那太仓促了。
现在只能盼着这三日赶紧过去，我才能安心。也不一定能安心的。之前我定亲的时候，同样也是请了好多人，可最后亲事不是。怎么又突然亲我？往后，你要是还说如此我不爱听的话，我就还用这个法子堵你的嘴。后就设宴啊，这未免也太匆忙了吧。子申说了，所有的事物交给他就可，咱们不需要操心，我们只需要给他一个宴请宾客的名单，他去你请点来便可。娘娘，定亲怎能如此草率呢？眼下离设宴不过两日有余，可双方父母却还未曾见面，其他事情更是无法筹备啊。堂子，这些子申都已经考虑过了，他说了，所有的婚事筹备都听我们陈家的，不必管其他人。哎呀，可曾想这个林不疑是如此草率之人，行事也如此不谨慎。女君，两位女公子，城阳侯夫人到访。她来做什么？当日装病不可下聘，咱们家去她也不肯见，如今倒亲自登门。莲房，带女公子回屋换件衣裳，去九追堂迎客。是。少商果然生得标致，让人一见便心生欢喜，怪不得子胜这般急于娶你。上次没来下聘都怪我这身子不争气，这次岂能错过？陈阳侯夫人倒是健忘，我们之前在汝阳王府见过的，当时你还为王娘子要责罚我来着。再说我们子胜年岁不小了，现在娶妻怎就着急了？哦对，夫人不是子胜的亲生阿母，许是忘记他生辰了。少商，许是听子胜说了些对我的怨言，心有不满吧。不过往事已矣，就算你们不愿理睬我，还能不认侯爷吗？子胜碍于君皇阿姊在，软不下身段来，可不得由我这等妇人先走一步吗？城阳侯夫人的消息可真够灵通的，我身为少商的阿母方才知晓三日后二人定亲之事，你倒是迅速得很。只要我心在子胜身上，他有何事我能不知道呀？夫人，我有一个问题想要问你。请问夫人是何时寡居到林家的？是霍夫人嫁去之前还是之后？妾身命运不济，前夫亡故之后无处可去，只好投奔姨母家，幸有君皇阿姊照拂。哦，那就是婚后啊。听闻当年城阳侯夫人和霍夫人
相处甚谐，亲如姊妹，夫人服侍左右，无有不体贴。我却与阿紫相处甚为和睦，所以才自愿洗手做羹汤，侍奉外兄与阿紫。但不知为何，君皇阿紫竟不肯容我，非要我性命。大约是霍夫人喜欢睡大床，不愿与你挤在一处。往事不提为妙，我此番前来，特是为了三日后的婚事商议如何操办。哎，对了，我还给少商带了些薄礼。这两位婢子，是我花10万钱从南方买来，歌舞袍厨样样精通，今后就留在府上，将来好伺候你和子胜。陈阳和夫人当真是有趣。如今，我连子胜的床榻还不曾摸到，现下就送来两位美貌的侍女，分去我未来郎婿的床榻。怎么，我要谢谢你啊？你这小女娘，怎能如此满口污言秽语啊？夫人觉得这是污秽之言。这世上，有人能做污秽之事，却听不得污秽之言，哪有这样的道理？程少商，你竟敢如此当面羞辱我，我可曾得罪于你？你们程家就是这般待客的。程阳侯夫人，子胜是我们家未来的郎婿，程家自然与他站在一处。夫人与其在我家迂回试探，不如去寻子胜啊。若他肯来个往事已矣，那么我等自会将你奉若贵宾。否则，我们也绝不会逆子胜之意行事。阿母说的对，句句都是我心中所言。去灵侯夫人，你可知已经是少商所言，大可治他个不孝之罪。夫人若出门传扬出去，我家也是断断不会认的。我家将军虽不比城阳侯从龙的早，但是在都城的武将中，也有几分薄面。连圣上和皇后都对我家少商称赞不已，时时赏赐。我就在想，这个都城中会有谁能信夫人的话？好，好，好，好！我今天算是认识你们了，程少商。你既然不肯认我这个君姑，那我看过几日这定亲宴也就罢了吧。你休想进我们林家的门。我们走。青葱，送客。哼，不必送了，我可做不起你们家的贵宾。娘娘，今日你为何不断激怒淳于氏？她虽不是子胜的亲生母亲，终究有名分在。哪怕不来往，也总会相见。你说你，你怎么如此任性？也不怕为家中惹麻烦？阿嬷，我昨日见了霍夫人，若不是她，子胜母子为何会如此痛苦？我这人最讨厌夺人所爱者。与这种人虚意为你，我当真是做不来。可是女公子，若定亲宴他当真拦着你不让你进门，岂不是笑话？这哪有待嫁女娘被拦在门外的？你等着看吧，届时谁进不了谁的门，那还说不定呢。玉，今日不是林将军与程氏的定亲宴吗？怎么不见宾客呀？啊，长阳侯夫人弄错了，今日宴会不在少主公府上，而在曲灵侯府。子胜又不是入赘，定亲宴怎么弄到程家去了？这么大的事，
为何没有人告知我？我也在想，如此大事，怎会没人告知成阳侯夫人？哼，走去取灵侯府。我家少主公吩咐过，今日取灵侯府宾客，悉数出示请帖，若无请帖，任何人不得入内。成阳侯夫人还是别去了，以免白跑一趟。哼，给我请帖。请帖我已经发完了，这该请的我可是一家也没落下呀。哎呀，想让全都城的人看我笑话，哼，今日无我，这婚别想定成。雪灵侯真是好福气呀，生出了这般出众的女娘。哎，这都城里谁人不想凌将军做郎婿？他去万里挑一，相中了你们家的程四娘子。我程氏啊，总算要苦尽甘来了。戴少商出了嫁，那我家的宋儿也该娶心腹了。您说是不是啊，亲家？城外两家在一起，怎么没有半点风声啊？不是说十三娘只招入赘的吗？啊？哦，我家事务都由将军和军姑做主，我并不知道。入赘入什么赘啊？你不要混说，人万家没有这样说过的。哦，哎，怎么没见林将军啊？这订婚的日子，新郎婿怎么不见了踪影？也是啊。啊，来来来，大家端起酒杯，同喜同祝。宁公子，林将军差人送来口信，他让我嘱咐宁公子不必行脚，他一会儿便到。今日无论遇见什么人，发生什么事儿，女公子都不用慌，该骂就骂，该闹就闹，你且有他呢。里边请。里边请。请。哎，公子。里边请。公子不是从不爱凑这样的人吗？说什么浪费时光，这聚众看人成亲的癖好，那还不如在家中多读几本圣贤书呢。所以今日为何还要来凑这玩意儿？你懂什么？我是来劝学生脱离苦海的。这世间最害人沉溺的，便是成亲。我与程少商好歹师徒一场，不能明知前路艰险，还由着他往里跳啊。那若这成亲是苦海，你说为什么那么多男男女女都要往里跳呢？因为不是每个人都如你家公子我般看得通透。好，那敢问通透的公子，那堆人是做甚的？二位夫人，请柬。没有请柬，我看谁敢拦我赌杨王妃。让开！让开！让开！好了，这回用不着我出手了。啊？程少商何在？
我在。程氏，还不速速跪下认罪？我有何罪？你无才无德，不忠不孝，难道不是罪吗？汝瑶王妃，今日突然前来，未曾远迎，还望恕罪。不若我请王妃去上座用宴。我没有收着你们请帖，何来颜面赴宴？若非带了王府侍卫，怕是都进不来你们取灵侯府的大门吧。上座，老身更是担不起了。是我府上疏忽了，汝阳王妃地位高贵，无有请帖也可以畅通无阻啊。哼，说得真好听，你们这些后生忘却长辈恩典，不请我便也罢了，竟连未来君姑都不厌弃，是否太不知礼数了？启灵侯夫人，老身今日就替你管教管教这不知礼的小女娘。来人，把她拿下。是是。简直疯了，真是不给我们程家面子。哎呀，夫人。汝阳王妃，你虽位高人贵，但我家将军也并非布衣百姓，今日在座的可都是朝堂同僚家眷，汝阳王妃擅自责罚小女，是否有些欺人太甚？圣上在老身面前也要尊称声叔母，你不过是一个区区武将之妻，替你管教是给足你脸面，谈不上欺辱。来人，给我长着程少商嘴巴。是是，谁敢？哎，不起。老王妃，他们连汝阳王府的人都敢打，这明明就是在打老王妃的脸。这程家个个粗鄙不懂礼仪，如此武将之下怎么配得上十一郎？少商虽是粗鄙，但也知晓廉耻，不似某些人爬上自己外兄的床，如此不知廉耻的事情也做得出来。你当着长辈的面，你竟敢如此污蔑未来君姑？我方才并未指名道姓。老王妃不必如此着急对号入座，再说前两日我才去看望了我的未来君姑，她如今正在杏花别院养病，今日来的君姑是哪位啊？放肆！我说的是程阳侯夫人。哦，就是爬上自己外兄床的那位程阳侯夫人。你这简直是无法无天了，今日我要好好教训你，我看谁敢拦。叔母，若鱼要拦着呢？皇后勿恙。皇后勿恙。免礼。今日余为子胜和少商定亲之事而来，当我是寻常长辈即可，不必拘束。陈伯夫人，府上可还有其他亲近之地？余想借一步说话，免得扰了府上其他贵客们的雅兴。有，请皇后移步。叔母，陈阳侯夫人，咱们一同吧。是。少商，你也一起。是。
这十一郎啊，本来有一门极好的亲事，乃陛下亲从侄女汝阳王妃的亲孙女玉昌郡主，谁知他竟然不肯答应，结果惹怒了老王妃啊。现如今选了程家的女娘，不仅不通学识，还喜欢打架斗狠，果真娶了这小女娘，怕是列祖列宗都要跟着掩面羞愧了呀。我本以为朝中大臣都是正气凛然之人，却没想到也和市井妇人般爱嚼舌根，你吃着城市宴席嘲讽城市女儿，我看诸位列祖列宗才真要跟着你颜面羞愧了。周母，少商在余身边数月，素来温良恭俭，人善豁达，从未有何不妥之处。周母今日一来，便气势汹汹，更想羁押少商，行事未免过了。我不过是管教晚辈，懂得何为孝道罢了。程家欺人太甚，在你娘家设定亲宴也就罢了。连姑舅城阳侯府都不曾派请帖，简直不孝。今日城阳侯身体有恙，不能前来，命夫人代为操持，竟连亲家门也登不得了。陈家第一次嫁女，难免有所疏漏，况且在娶灵侯府设宴一事，子慎也请示过圣上意下，若老王妃不幸，不若命人去询问圣上，如何？责罚晚辈，此等区区小事，难道还要麻烦圣上吗？皇后，你也太没主见了。皇后自有主意，王妃随口批评皇后，也未免太过放肆了吧。你才放肆，我们说话也轮得到你插嘴。此等奴婢就该狠狠掌嘴，保管下次不敢再顶嘴。老叔母真是惦记妾呀，三句话不离妾。
叔母。陛下，这程少商满口胡言乱语，有辱皇家体面，你不可再纵容他了。方才老王妃还说，区区小事不必劳烦圣上，如今倒是也麻烦上了。反了反了，这小女娘分明不将皇家威严放在眼里，这简直要造反。我看是老王妃要造反吧，陛下面前你也要指手画脚吗？我何曾指手画脚，恳求长辈疼爱不是小辈应有之责吗？这说话真是不嫌口气大呀。难道少商是因为被你疼爱了子慎才去求亲的吗？你们家玉昌你倒是疼爱了，嫁成了吗？你少拿玉昌说话，玉昌就是让你们逼出家的。你是死人呀，他们编排孙女，你怎么不吱声啊？你就闭嘴吧，轮不到你来教训老子。若不是你整日故弄玉昌，老夫早给他择一个郎婿在家，何必去管理吃苦。我家玉昌比这程家女娘强百倍。我问你，前几日你羞辱程阳侯夫人之事怎么算？子慎心腹，你起来回话。多谢岳妃。回禀陛下，臣女不曾羞辱程阳侯夫人，只是实话实说。老身敢起誓。老王妃起誓有什么用？你可在场？是我听见还是我看见？仅凭程阳侯夫人一面之词，说不定你也是被蒙骗的。妾身敢以性命发誓。陛下，若臣女也敢用性命发誓，说程阳侯夫人有谋害林将军之心，老王妃是否也会秉持正义，狠狠地责罚他？你起什么誓？你素来行事不端，还是陈阳侯夫人起誓更真些？老王妃，此言差矣。我可是老老实实听长辈吩咐定亲的，与陈阳侯夫人这等自己张罗婚事的人可比不得。他吃霍家的，用霍家的，寄居霍夫人身旁多年，扭头趁人不注意就顶替了霍夫人的位置，所以程女起的是可信，他起的是不可信。妾虽出身低贱，可也由不得程少商这般诋毁侮辱。陛下若不发话，妾身只有一死了之。夫人壮烈不甘受辱，令小女子赞叹佩服。程阳侯夫人，若十几年前你也有如此壮烈之举，霍夫人也就不会愤而绝婚了。今日的许多事情恐怕就不一样了。慈善，你这心腹可真是个机灵鬼，这话都说到我心坎上了。岳妃说的是。岳妃，霍新华是什么人？当初你恨他什么似的？你现在又帮他说这样的话，你分明是有意和老身过不去。我跟霍君华的恩怨是一回事，可他从未对不起林家，对林毅更是情深意重，从头到脚的帮扶。可林毅呢，妻儿生死不知，未满一年便跟着淳于氏不清不楚，他对得起霍家吗？当初他们母子流离失所，霍君华把皮球裹在了子慎身上，省下的口粮也给子慎吃，那时林毅身在何处？他正在张罗着迎娶继妻呢。待霍君华寻回来时，已瘦得就剩下皮包骨头了，连我都差点认不出他。是，他是品行不堪，但是他也不是侍卫好母亲，他从未对不起子慎，那子慎
更不能对不起他，去讨好纯于氏，就是陛下发话也不行。我今天就把话放在这儿了，今后纯于氏非赵不得入宫，我看见这种人就觉得心酸恶心。陛下，纯于氏行事再不端，也是老身的救命恩人，今日你们羞辱他就是羞辱我，若不给老身一个说法，我今日我就……啊，要去死啊？那太好了，那可太好了啊！不要到外面叫屈喊冤。刚好今日满朝文武家眷都在，老身就让他们都看看，陛下是如何对待庇护他们兄妹几个长大的叔母，看看这些好名声保不保得住。哎呦，陛下，陛下，你看，你看，就是这么一个疯妇，一有不如意啊，就要死要活的撒泼。当初我说休妻，你跟我说糟糠之妻不下堂，还给我出什么馊主意，说是分居不休妻，让我到城外做什么修士？你说说我啊，连道德经我都读不清楚，我做什么苦修嘛？好好好，我不休妻，我绝婚行不行？我要绝婚！啊！我为你十二亿女，哎呀，操持家务，我没有功劳还有苦劳呢。你们居然！竟然敢这样待我！你，哎呀，简直是不可理喻！哎呀，陛下，哎，老夫实在受不了了，实在是受不住他了。使不得，使不得，叔父，快快请起，快快请起。林妃呀，朕有意要为难你。眼下心生如血啊，此时你若开口绝婚休妻糟糠之妻，那些儒生还不定怎么议论呢。叔父最爱热闹，修行干什么？照我看呀，应该让老叔母去三才观修心养性才是。啊，岳飞说的倒也是两全之法。你们哎，汝家老王妃年迈昏聩，是有疯癫之举，致使君前失仪啊。那就送去三残观，好好的休养吧。陛下，子胜啊，多调遣一些人手，好好的照看他，不要再让外人去打扰了。是。陛下，来人，好生照顾老王妃。是。你们都欺负我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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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欺负我。长阳侯听说身体有恙啊，那长阳侯夫人也去好好的照料他吧，从此以后也不必再踏出府门了。今天是子胜大喜的日子，也是本王大喜的日子。哎，前几天收了几坛好酒，甘香醇烈，喝他一碗。嗯，走，喝酒去。哎，行。